很多品牌成分，对，那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欧美的品牌，对，那味道来源其实都是以他们的生活记忆给我们的一个共鸣，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烈。那我们就想说，既然我们的东西都跟台湾的生活记忆要有关，对，那我味道也要有关，哦，那我们就设计了自己以前去那个阿里山看日出，然后经过那个树林的感动的气味，就叫晨露。在制作作品的时候，这几年我发现，就是当一个作品它有一个生命在里面的时候，大家会去留意到它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有些作品，我都会尽量放一些，就是它是可能是精灵或是一些生命，所以它的一些种子上面，我也会多加上眼睛，了解，让它有个小故事在里面，就不是只是单纯的饰品，对，吊饰这样。